原标题：韩世忠与梁红玉，历史上真正的神雕侠侣，南宋北境防线的抗金抗力。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的春末初夏时节，长江江畔一幅美丽的江南画卷。此时身在长江附近的金兀术却没有这番闲情逸致，他神色凝重地眺望着远方的江水。按照计划，他现在已回到北方享用着这次南下的战利品，可是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会被数千宋军围着动弹不得。那是四十余天前，当时随着一阵阵鼓声响起，数千宋军突然杀入江中。不安水性的他们想着先到一处避开攻势，却最终落入了宋军预先设好的包围圈中。而且更令他没有料到的是，对面宋军阵中还有一对如神雕侠侣般的人物。这一次擂鼓助阵的正是那对侠侣中的女侠，而这对保家卫国的侠侣伉俪就是大名鼎鼎的琪琪王韩世忠和他的妻子梁红玉。影视剧中的韩世忠与梁红玉一初出茅庐，二战敌将史书记载，韩世忠身材伟岸，目光好似雷电般锐利。出身贫寒的他自幼练武，力气过人，能驾驭野生马匹。虽有一身好本领，但他却是乡里一个泼皮，日日上气饮酒，不讲法度。好在他为人仗义，才没被乡里人抓去官府。年至十八时，乡里人建议他去当兵报效国家。崇宁四年1105年，好任侠仗义的韩世忠就这样投身军旅，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从此世上少了一个泼韩武，多了一个齐王韩世忠。韩世忠所在的小村子毗邻北宋西北边境，所以其当地的乡勇也要负责边防事宜。因此投军后，他分属的部队时常要与西夏军队交手。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参军的第一年就遇到了一个西夏监军驸马来率军来犯。南宋刘宗年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又起第四位为韩世忠。当时西夏军队已经拿下了银州，并且固城自守。宋军到达后，当地指挥便命韩世忠率精锐与西夏人鏖战。此役世忠不负所托，率先冲入城中斩杀守城的敌将。当守将的头颅被他丢出城后，余下的西夏军队很快就退散。但是没过多久，那名驸马监军驸马亲自率军前来夺城。此时韩世忠直接率领刚刚结束战斗的死士们坚守必经之路。鏖战片刻，西夏兵稍稍退却。在这稍纵即逝的机会中，眼观锐利的韩世忠突然发现一个装备精良的骑士。他随手抓来一个俘虏问那人是谁。当得知那名骑士正是监军驸马后，韩世忠跃马上前，不出几回合便将他斩于马下。战后当地的经略司上报战功，不过当时负责编务的童贯认为有夸大之嫌，因此韩世忠只被升了一级。众人听闻后都愤愤不平。影视剧中的韩世忠二因祸得福，因缘偶成。在那之后，韩世忠又随刘延庆征讨祝天将山寨，这一次他又一路勇猛杀敌，而且没有被主将所擒。因此韩世忠这一次得以连升两级，也在之后得到了出征方腊的机会。在宋史的记载中，是韩世忠亲自带领一群士兵进入方腊藏身的洞穴，生擒了方腊。可是在出洞口的时候，被新兴宗率人抢走了战功。但是在宋史本纪中又记载说是新兴宗生擒了方腊。在正史中关于此事再也没有详细的论述，而新兴宗也只是在正史中出现了两回。但从同为宋人所著的《贺林玉录》中，我们可以大致做个推测。韩世忠在战后
可能因战功被人抢走，进而闷闷不乐。以至于战后的庆功宴上，面对美酒佳肴，他都竟然倒在庙祝下睡着了。但也正是这时，有一个和他一样不同凡响的人注意到了他。这个人就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梁氏，后人称之为梁红玉。关于梁氏的早年，明朝的钱谦益认为他出身将门，因父亲兄长在征讨方腊不利获罪而死，他本人也被卖为了营妓。而在鹤林玉录中，罗大经仅以昌自作。为了他的身份介绍，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再妄加揣度梁夫人的身世了。话说当时在那这灯红酒绿的宴席上，他注意到了心不在焉的韩世忠。攀谈一番后，梁氏认为此人注定不凡，决定以身相许。而韩世忠敢于其身世，便将赎其为妾。后来韩世忠的原配白氏去世，他便将梁氏续为正房。此后二人书写了一段夫妻报国的美谈。当这一故事传颂至明朝时，时人有感于巾帼英雄缺少一个名号，便给梁氏起名红玉。三，内忧外患。抗力报国建炎三年1129年，将官苗阜、刘正彦以清君侧之名发起兵变，梁红玉与其子被作为人质扣押在叛军营中。谁知被叛军羁押的宰相朱胜非机警过人，而他又深知梁氏的为人，他假借招降为名，建议叛军让梁红玉带着小孩去游说韩世忠归附叛军。他们哪里知道，这梁红玉可不是那种惊慌失措的绣花枕头。当他骑马出发后，日夜兼程赶到韩世忠的身边。回到丈夫的身边，他没有儿女情长，而是让丈夫出兵平叛。第二天劝降的使者才姗姗来迟，他们本以为韩世忠将会归附苗刘麾下，谁知迎面而来却是冷血的兵刃。不久，韩世忠、张俊等人召集四方兵马秦王，一举平定了这次兵变。而梁红玉的处变不惊，更加让人啧啧称奇。事后因韩世忠救驾有功，被晋封为检校少保、武圣昭庆军节度使，而他的妻子梁红玉也因此被封为护国夫人，并给予俸禄。在历史上，以功臣夫人身份领取俸禄的梁氏是第一人。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十月金兵南下，不久完颜兀术带领金军攻破建康，直逼临安。赵构听闻后立马逃至明州，今浙江宁波。次年正月，金军直指明州。此时韩世忠苦心劝说高宗不能再跑了，可惜赵构无心迎战，但他同意让韩世忠带兵去截击金军。立下必死的决心后，他带着8000士兵和妻子梁红玉赶往镇江。如他所料，此时劫掠完了金兵正要北上，恰好也从镇江经过，一场大战就此爆发。当时率领金兵的是金国大名鼎鼎的四太子完颜兀术，民间又称他为金兀术。他见在此迎击的是韩世忠，便想与之一战。在上元节这一天，双方约定战期。到了约定之日，金军开始渡江攻击。梁红玉在宋军阵中亲自为将士击鼓助威。此时不仅仅是韩世忠，其他宋军士卒看了也倍感振奋。他们抓住金军不善水战的特点，接连击退金军，将他们赶进了黄天荡。这个地方本是长江中的一处废弃港口，慌不择路的金军一头扎进去后，才发现这里没有退路。据记载，10万金国大军就这样被围困。被困后，金兀术想用明马、财宝乃至土地换取出路，结果被断然拒绝。最后一个当地的叛徒向金兀术献出一个计策，他让金兀术在没有风的晚上出击，纵火焚烧敌船。原来
韩世忠的战船虽然战斗力强，但大多是高大沉重的海船，没风的时候难以开动。突围的前一晚，金兀术命令部下开挖河道，并用偏门方术以求次日无风。第二天，金军开始突围时，大风渐渐息。此时，金军按计划以小舟四处纵火，打得宋军力不从心。由此，被困几十天后，金军终于从黄天荡突围而出。上图黄色部分即为镇江所在地，黄天荡战役即在这一地区附近。虽然韩世忠在黄天荡最后失利，但其成果可谓振奋人心。在《宋史》记载中，他用8000宋军围困了100000金兵48日。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从金军能够在一夜间挖通30里河道来看，其规模也绝对不小。更重要的是，黄天荡一战让韩世忠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战胜金军、收复山河故地的希望。在这之后，韩世忠于绍兴二年、绍兴三年两败金军。宋代战船进四副原品四，夫人去世，被拨兵权绍兴五。年11135年，韩世忠带着梁红玉屯军楚州。此时的楚州因为战乱已是满目疮痍，但是梁红玉依旧跟着丈夫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虽然手下只有30000人，但韩世忠、梁红玉的名头让金军不敢来犯。可惜的是，梁红玉在来到楚州5个月后就病逝了，这对抗金侠侣便只剩下韩世忠一人。韩世忠带着对妻子的怀念继续抗金事业。绍兴十年，金兵再次南下，韩世忠再次率军击退来犯之敌。此役之后，他已官至太保，授正一品品制。一位武将能在业务重文的南宋官至一品，足可见韩世忠本人的威望。但是在眼看就要收复开封还于旧都时，朝廷却因为受了主和派官员秦桧蛊惑。他们不仅要罢免韩世忠的兵权，还准备将岳飞赐死。得知消息后，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只有韩世忠冲进秦桧的府邸，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不过愤怒归愤怒，韩世忠也自知北伐无望，便请求辞官。又因家乡已不在赵宋的管辖之下，他只能带着侍童悠游西湖，从此不再过问兵事。影视剧中的秦桧绍兴21年8月，一代名将韩世忠病逝，身后他被追封为通义郡王，孝宗即位又被追封为齐王，是以最高荣誉中武。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韩世忠和梁红玉没有因为儿女情长忘了家国大恨，反而是携手同行，一起保家卫国，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参考资料：宋理新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罗大经《贺林玉录》明张思维《双列记》韩忠武王世忠中兴左命定国元勋之碑《宋史》卷364传第123反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